哇，你这样抱着我，我好舒服。再多讲几个，再多讲，换你了，抱抱，换你讲一个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再讲一个，我也要，快点，快点了。我是长辈，换你讲一个了。我不用怕，不怕，不怕，我讲一个，不怕不怕。你平常你是害怕什么？我怕蛮多东西，怕受惊。对，我很容易受惊，受惊吓。受惊吓，容易受惊，容易受惊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对啊。我比较容易怕。不不，对，那受惊不是重点。为什么？着床。哦、oh, 要能不能着床受惊吓。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？带来一首一分钟。一分钟、哦、才一分钟。一分钟的歌。一分钟着床。我的歌。太容易了。一分钟是谁的歌？张艾雅的歌。怎么有、哦、你的唱片的歌啦、啊、哪有很久以前的歌。那我跟你讲哈、哦嗯、我怕你受惊吓、嗯、所以呢我请汉典来帮你伴我。那我到底是笑不过关还是受惊？受惊笑不过关，受惊就失败了。都有、嗯、都不行啊，都不行，对对，都不行，都不行。嗯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来来，一分钟啊、哦！容易受惊吓的张艾雅，绝对猜想不到，最终极的魔王关卡即将降临。看天空，曾经有你的笑脸。回不去的咖啡店，沙的浓缩咖啡也很甜，不后悔，即使心都被碰碎，怎会对你没抱怨？但我只想要坚强一点，别说谁辜负谁，说起来就一句缘分不对，我得承认回忆曾那么美，就算跌倒站起身走向前。也许想一分钟，想一分钟无止境的痛，也许想一分钟，那一分钟心忽然坠落，然后想一分钟，笑一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好可怕！有静电呢！哎呦呦，哎呦！哇塞！哇靠！搞得真好呢！哇！哎，他刚出来，从那个皮箱里面出来，真吓一跳！吓死人哦！对呀、啊，美照姐怕蟑螂，哎，她真的很怕，你刚扫下吓死了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哇靠！吓死了！哎，哪来那么多蟑螂？哎，你们这蟑螂是一次买一包的、啊？哇靠，这个应该有十包、哦、对啊，人家会怕、啊、这个表演、欸、这个好真哦，真的真正的软骨功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脸上这个画的练家子画的多好啊，今天是画安娜贝尔，你这个算是环状疱疹哦，应该要去治疗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阿北，你那访问又没有梗，人家汉典在访问多有梗。来来来，汉典，来来讲两句，讲两句。汉典来一下，汉典，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来一下，那个奶哥，学奶哥，这个，哎、欸。啊、这个是啊，对不对？恰杂货，你是谁？恰杂货，啊，可以看三位一起嘟嘟嘟嘟一次吗？预备，一二三 ，Go！ 嘟嘟嘟嘟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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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嘟嘟嘟。哎，他刚刚的杀气都没有了，你干嘛要逼他？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谢谢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怕不怕，这瘦咖哎，瘦教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瘦教的。旁边那个啊，你怕这个？你怕我？不是你。那个、啊，他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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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可是艾雅真的很敬业，真的是要握手一下，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
操！你干嘛放蟑螂啊？对呀、啊，蟑螂不怕啦，因为怕那个安娜贝尔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。我应该有看完吧。失败，失败。我没有看完。失败，失败。成功。哎、欸，不一样的看法。失败。我觉得你要问艾雅站艾雅后面的那个男生。后面。他那个后面那个男生有没有假的啦？后面的男生，他后面哪里有男生？就是刚现在站在后面的那个男生。你是说我吗？不是啊，没有，除了我后面没别人啊。不是，他矮的那个，高高的男生，高高的，都很矮啊，很高很高的那个。哦，大概高我们一个头。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你在吓人，你好不恐怖。我刚才在等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你怕什么人？他说我怕。看不到的那种，我说哦，比如说你现在在你旁边，我、哦、要这样是不是？他说哦，你看到要这样是不是？我来讲一个，来欧弟来，来来我来讲一个那个谁厉害的电梯的故事，徐慧欣哦，好恐怖哦，怎么样？他跟他妈妈一起坐电梯，哎呦，然后呢，刚搬进去了大楼，哎呦，整栋楼都没有人哦，啊，后来电梯突然停到一个楼层，我记得是四楼还是五楼，他自己讲的，哎，这是真的，对，然后呢，你有听过他讲过对？我听他讲，后来呢，电梯打开没有？还没，后来就是那种路灯都没有，后来。就关起来，又往一楼去了。Oh. 然后后来呢，到一楼之后，他们要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妈走啦。”他妈就不动这样。Huh? 然后后来那个在电梯里面，然后他妈就转过来跟他讲说：“谁是你妈？”天哪！哇，你这样抱着我，我好舒服。再别想死了，帅哥，换你了。抱抱着。换你讲一个啦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是长辈，我你讲好了，不用怕，不怕我讲一个，不怕，对，他真的胆子很小，他胆子很小了，人家哭了啦，他最怕鬼，你还讲这个？他是说，你觉得我像你妈妈是这样的？你没有那个 power， 他没有过来啊。哦，对，再一次，你觉得我像你妈妈？更没有。还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你以为他真的是宪哥吗？他不是宪哥，他是梅东升。他不知道往哪边倒。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，还是最初那张脸。面前再多艰险，不退却。Say never never。加油，还好！你现在出唱片，你是代表我们综艺大热门。从零到有都从这个舞台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节目还因为你做了一件事，什么？讲了你会感动，感动。我们为你换换了节目，太感动了。因为有你，要不然我们整个组颜色还配合你。对，挥手。对，好好加油了。